天呢、这个本土加二、都是跟这个房屋代销员工参加的宗教团体聚会有关联。其中呢，按2024860多岁的女性，2月9号跟新北设计师房屋的代销员工同一个时段同一个餐厅来用餐，回溯扩大框链采检阳性， CT 值23。染疫者有两个，一个是居隔转阳的，那指的是这个整体就是那个协会，这位协会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同住家人，同住家人，这个同住家人大家看到是 右下角右下方的地方，从19927 19926那现在其中的一位20249，这都是同住的家人所染疫的。从这个设计师案所衍生过来的，前两天他有20028 20162这样的案子，那也因为有这样的案子，所以就在地方政府也非常警觉，立刻再把当天里面同时用餐的人再度把它框列的范围比较大，本来大概就是在第一个那个桌的邻桌的旁边的框，还有时间半个钟头往前框，那时候就好像有这两位没有验到，那所以再扩大的更大的去验，那总共再验出来了20248，那这一波里面他大概验了20个，那18个阴性，那一个阳性，那一个在检验中。那这个个案呢，现在目前我们先列在这里，不过还有诸多的一些要去再从医调里面再去验证。第一个，他这一位20248，他是从中国返台，他12月28号返台，那1月11号检疫期满，那验的是阴性。然后接下来是2月9号吃饭，然后到2月23号，他被框列，然后采阳。那这边大家看到，如果是唯一的接触时间是2月9号的话，那到2月23号这个时间也算是很长了，大概就两个礼拜。但他 CT 值是23，所以在里面现在在因为有足迹的一个确实的一个重叠，时间上有重叠，那但是这个时间序确实是很长， CT 值好像又似乎好像配合不上，所以地方政府现在也努力的做前面的一个相关的疫调。咔嚓咔嚓，我来点点名了，大家有没有帮秀秀长的中天新闻子评666刷起来呢？溜爆他！好，大家来看的是呢，杰帅还有 TT 钢铁，还有 Very Young Wang、美元、汤透、金如、银泰，谢谢大家持续应援，感恩大家，还有 Alpha Mail、WH Lisa 都看到大家了，还有 Jaco Jaco 周，好，新朋友哦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当然，同步还要来关心的是牙旭电脑一月爆出的两位的移工到 CT 用餐染疫，指挥中心在今年的1月22号，在远雄自贸港区成立了前进指挥所，指派了医辅会执行长王必胜来担任指挥官。而今天监测期满，集中检疫所呢，最后一批居隔者250人全数采检阴性。亚旭电脑呢复工，王必胜宣布前进指挥所正式解编，历经了32天宣告解案。